对。我说够够，但是你完全被丢掉了。对，好好吃哦。印记回忆录。哇，错哦。这次就是玩，好自然哦，很快速就画完，是自己觉得很满意的状态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oanna。请问有没有画全妆的习惯？没有，因为太懒了。画完之后我觉得太白，然后太浓了。有点不太适合我，腮红啊，然后眼影、眼线啊，什么都很麻烦。电话里一直叫我带化妆包，我根本不会带这个这么大包的化妆手。因为真的太多了，所以我们进行一个快转的动作，反正就是一堆瓶瓶罐罐的化妆品，你懂的。接下来请他用这些化全妆。3、2、1。接下来呢，上 BB 霜。气垫好了，接下来呢是修容。等一下，可可粉被打到。因为实在太手残，所以我们进行一个快转快转的动作。眼妆，你有涂吗？啊，好像没有哎，没关系。因为眼影超级不显色，花了很多时间，然后上完眼影、腮红、打亮、口红，经过千辛万苦，终于完成了。好了，多久？天啊，每天哪有这么多时间可以跟你耗？而且妆感超不自然，一块一块的，救命啊！老娘才不要，太重了，自己下手，这个掌握没有掌握。所以这就是你不化全妆的原因。对啊，麻烦。这一次，我们只用这四支。哇塞，只要这四支。对，只要四支，然后加一根刷子。四支完成全妆挑战开始。开始。哇，这个我的痘疤怎么都遮掉了。哇，够够。但是你完全被遮掉了，好厉害哦！姐，好好吹哦。好，你画好了，接下来了吗？按照这一张画。好可爱哦！好可爱，你觉得像什么？好日本的。印记回忆录。鼻子的那个让我好立体哦，这个亮点是不是？嗯，鼻子冲出来了，超好推！哇，错哦，鼻子就出来了。好了，我看到好了，好了，耶、yeah! ！你看到了有？怎么样？好自然哦，而且很快速的就画完这么。我自己觉得很满意的妆。其实粉底也可以遮鼻翼，可以遮黑眼圈，还有遮痘痘，就一支都有。自己画一定不懂啊，轻轻点一下就很显黑，而且它可以抵三次，我觉得这是它最大的优点。你好像在叼烟。他什么叼烟？整体来讲当然是时间啊，因为早上都赖床啊，然后没时间起床化妆，所以就是要很快速，就这四组，是不是很厉害？可以一下就解决，出来的效果是自然的，不是让人家觉得说你好像是很匆忙的，然后化妆啊，然后又化得不自然的。四支完成全妆挑战成功，比较厉害，让你化妆变厉害，耶、yeah!！KUP.